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身体非常虚弱，身上有仙家众生，且要求出马，说弟子一概拒绝，六年来病房中西医均不见效，且越来越重，我一直发愿诵经念佛超度众生，但效果也不佳，请问应该如何超荐他们使我免除痛苦。我不知道啊，你的姓名啊，以及你现在的住址、生活状况，用你说网络上的这个提来的啊。如果你是在国内啊，我希望你发个愿，到白果兴隆寺去打十个佛七啊，不要打精进佛七，就是一般佛七。去打十个佛七，你这个问题应当可以化解，能够解决得了。